间草原霸王，在草衙二路的巷子里头。我那个三个肉圆的这边吃，啊，四颗肉圆的两份包起来。好，啊，包的要不要算哦？包的哦。哎，好，都加，嗯，都加。谢谢。那这样子多少钱？11颗165。酱料底加料要要吗？哦，好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你叫叫来。哎，好。这间草衙肉圆在草衙二路的赤根道里，这间是民政里长，他介绍他们，推荐这间草衙肉圆很有名的老店，嗯，老板娘也很客气，他的肉圆是用筋肉。它这个皮很 Q， 肉也吃出来很新鲜，端端的。以前介绍草衙美食的时候被网友打枪说不会介绍，慢慢的累积了经验以后，现在也找出了名店草衙肉圆。留一点肉和酱汁，把它拌进汤汁里，就变成了肉末汤。